马桶人要全军覆没了。老爷，太好了，马桶人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了。臭辣条，你少在这里造谣，马桶人是不可能会输的。谁说不可能？我们马桶人可是有三十多种形态，而且发扬速度那么快，怎么会全军覆没啊？既然这样，那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马桶人为什么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了。首先，在最新的战斗中，马桶人一直都处于下风，就连马桶人新出的形态吸尘器马桶人、武装马桶人都被泰坦电视人碾压得毫无反手之力。切，那是因为马桶人在研究更强大的形态，谁让着你们而已。你说的也有可能，但监控人会给马桶人翻盘的机会吗？在最新的战斗中，虽然马桶人控制了泰坦音箱人，但面对全属性加持的泰坦电视人根本不是对手，轻松就把音箱人的音箱给拔了，一拳就把泰坦音箱人打到土里，抠都抠不出来。是吗？那你接着往下看。其实泰坦音箱人是故意示弱假装受伤，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泰坦电视人乘胜追击，然后好埋伏他。你看泰坦电视人已经被马桶人大军围住打败，而且还弄了一张马桶人照片挡住电视人，相反没有了泰坦电视人等博士马桶人，把泰坦电视人策反就是尖头人的死期了。哈哈哈，臭辣条，没想到了吧？你以为泰坦电视人就没有后手吗？我去，这又是什么物种？这是监控人新研发的赛博灯泡人，它不仅继承了电视人的光效，手上还能发射激光，实力恐怖如是，你们马桶人该如何应对？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呢。溜了。你以为能超出我的手掌心吗？小小马桶人，今天我就要你们全军覆没。一群小卡拉咪还不够我塞牙缝呢。打够了吗？出来吧，泰坦马桶人。我去，马桶人凤士竟然也升级了。嘿嘿，臭辣条，没想到吧，我们马桶人马上就要崛起了，监控人输定了。臭小了，我承认你们马桶人有点东西，不过东西不多，跟我们监控人比科技那就是自寻死路。我去，不是吧，这是什么生物啊？他是监控人阵营新研发的 BOSS 投影人。监控人阵营什么时候出投影人？这出形态的速度比之前出马桶人还快啊。怕了吧？哼，怕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投影人能不能打败泰坦音响人。不是吧，泰坦音响人直接被拿走了。没用了小辣，目前监控人阵营除去音箱人 BOSS 还有侍卫 BOSS， 分别是泰坦监控人、泰坦电视人、赛博灯泡人和泰坦投影人，而你们马桶人只有一位 BOSS， 你拿什么和我们斗？我去，这有瓜怎么玩啊？难道马桶人真的要全军覆没了吗？小伙伴们快去请官方加强马桶人。